大家好，你可以叫我 Amy 或者 Emma 都可以。我们来了解一下关于母亲的称呼。妈妈、妈、娘、娘亲、母亲。妈妈、妈。娘，娘亲，母亲，当然还有别的称呼，如果你感兴趣的话，记得关注我哟，也可以写邮件给我，也可以直接联系我。好了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